I just wanna have fun, clap my hands,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have fun, clap my hands,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clap, clap, turn around, dance, dance, dance. I just wanna clap, clap. 最重要的时刻，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要对眼，你知道对眼这件事吧？你说我跟你对眼。跟每一个你有碰到背的人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他没有要讲说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。为什么门口这么多人？应该是粉丝吧？是有谁要来？你说可能有一些韩星吗？谁？那就是听说里面非常的漂亮，说可以在这边待上一整天，是整体的氛围，在他们这个有棚的这个屋子里去吃。因为这个牌子呢，就是一个。非常高级奢华，就是这样子舒舒服服的衣服。安吉丽娜·乔丽跟 JLO 私底下都很爱。我们去看一下现在在干嘛。我们喜欢几个穿着的人。网球系列，我的最爱。刚逛完了一圈呢，就整体还是秉持着非常意大利风、非常 DC 的风格，就是高级，然后看起来很低调，但是很有钱，很有钱是重地中海奢华。然后我最喜欢就是那个，这次它有一个 tennis capsule 小的网球系列，我想要把那个一切都买回家，但是应该是不要。因为现在外面非常的晒，大家都躲在里面。他们最著名的就是，讲人家最著名的，反正他们就是很款待所有来的宾客，然后都会安排很多非常好吃的跟好喝的给大家。现在大家在排队跟排队。太热了。大一杯，你这也太大一杯了吧？他说最后一口。很好吃哎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很好吃。是很好吃哎。很美味吧？很高级，很高级，很好吃。这个一定要是这个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哦、这一趟目前吃到最好吃的甜点在 BC， 很赞，它上面的卡士达酱超香。那美食节目，我应该是全场唯一在乎这个内容的人。很好吃。Thank you.
看到我这身华丽的装束吗？全部都是 MSGM， 因为我们今天呢，现在是9点多，还没10点，那个秀是10点半，非常的早，所以我早上很早就起来开始运动，等一下就要去第一场秀，在车站附近，好像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，很期待，很兴奋。现在已经抵达秀场了，车水马龙。明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超偏僻，有一点小紧张哎。怎么了？对啊，你要拿出气势啊！要用什么心情啊？就是说，现在有点嘴软，好可怕，对，交通好乱的。好，我们再去拍一下照。刚看完秀，要来到 MSGM 的后台。盖脸有尬掉吗？紧张脸，紧张脸有摆出来吗？好，我们再迅速来看一下后台长什么样子。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后台就有摆整个路模特儿 fitting 的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些 concept 们。超酷！哦，就可以看到，因为后台都是很忙乱、很忙乱的样子，就会有很多帮忙换衣服的那个小帮手，在帮模特儿，要这样换换换换换换，赶快赶快赶快这样子，非常的像不像以前实践？超像以前实践服饰后台，忙到不行，但很好看，很有趣，我很喜欢。然后很多模特儿呢，就赶快换掉，因为他们可能要去赶下一场秀。好啦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很好玩。在 MSGM 遇到我最喜欢的 Korean 的部分内容的，Hi, nice to meet you. I'm Simple from Korea. 大家记得追踪他，很好看 ，Vlog 也很好看，霸主，韩国 KOL 霸主。Thank you very much. Welcome.看完秀来吃午餐，这间是昨天 BC 的在地的人推荐的 La Viola。 我们刚刚看完秀，然后现在来到一间叫做 La Viola 的当地的做菜系，我们要来吃牛膝饭，很推荐，很心动，很饿，很想赶快吃。我们刚刚吃饱饭，然后很好吃，那个牛膝的炖饭很赞。我觉得它整间店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番红花的炖饭。哦，那个香气，就是你回神了吗？就是怀孕不能吃，因为它太浓烈了。因为没有，本身番红花怀孕就不能吃。哦，对，会那个子宫收缩。但整体我觉得非常好吃，然后最后一定要点它的提拉米苏。很赞，没有吃过，因为我本身是不爱吃提拉米苏的人，但是做的非常好吃，给赞。很家常，也可以学学意大利人在餐后点一杯 espresso， 非常的浓，
此生喝过最浓的 espresso 就在刚才那间餐厅，浓到会点不进去，好苦。早安，现在已经午安了，2点钟。昨天因为那个 MSDream Show 是早上10点多嘛，所以7早8早就起来了，就睡很晚。然后今天我们现在要先去拍 Tots 的素材，很可爱吧？今天从头到脚，鞋子、裤子，有没有女高中生的感觉？但我等一下不会这样穿，我只是方便在路上走路。你今天是不是没有跑步？我真没有啊，因为我累个半死。而且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？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教训我了？你来，你有跑过任何一场吗？没有，我就只想问一下。对啊，我今天没跑。我今天早上有在想说我要不要跑，但我真的想要睡饱一点。想说，因为等一下我们拍完之后要去 Tots 的活动，然后 Tots 是5点钟。我想说，那时候水肿应该已经消了差不多了，就没关系，给自己一天假。有时候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。上次那个美术馆，对，你知道怎么走？直走右转，左转再右转。真厉害！想怎样？你们两个到底那个人体 Google Maps 要 PK 到什么时候？你觉得你更胜一筹是不是？我对自己有自信的人。小猪他说他觉得他比你厉害。我没有这样说。真的蛮厉害。你说的也是，你都觉得厉害、啊。因为很少遇到旅伴可以这样子，马上就可以上。可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瞬间失去了你自己的价值？不会，我有我的价值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上衣很像那个彩妮送给大雄他自己手工的那一件？你有看吗？谁？那个就是超级学校霸王重心无极的。有没有下面这样子？彩妮，这是很大件啊，张卫健啊。这个风格好像之前没看过。哪一个风格？就现在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。你说女高中生风吗？什么风格？我发现脖子跟色差是吗？对，背有色差。因为我有在打球，我其实是白雪公主。小东西踩到屎了、没有。对，为什么手机可以找女主？因为我忘记我放在哪里。你刚才出来这一趟，你有什么东西是记得的？但是我虽然这样子，但是我东西都不会掉。比起一些人，我觉得你这句话真的先不要讲太早，你到时候掉你可能哭出来。哦，好了。我们现在来到布雷拉美术馆，里面非常的漂亮。我们有进来，然后觉得很舒服。去找咖啡店。我觉得这边很赞的点呢，就是人比较少，不像那个南锣三市一样人满为患。大教堂那边就真的太多 人，然后这边就是虽然也是有游客，但是大家都远远保持着空间的距离都还不错。然后二楼还有一个咖啡厅，如果逛累了可以到上面休息一下，而且好便宜哦。对，我们点了4杯咖啡才11欧，很便宜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继续拍，然后拍完之后等一下要准备去活动的会场。我们现在到 Tots 的地方了，然后前面人好多，又比昨天更紧张，因为今天穿的比较单薄。会不会大家想说谁啊？路人。大家不会再看你。他们这一次呢，办在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庄园的地方，感觉蛮厉害的。他们。我忙这个节目，我那时候我忙。
八百多。好吧。我刚才在打我账号的时候手还有点抖，不知道在抖什么，想说不可以露出那些百姓的心态。好大哦，吓一跳哎，跟那个 BC 是完全不同风景的，可能也比较凉爽。刚好现在是五点钟的，所以没有那么热，也蛮舒服。Ciao,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Enjoy. Thank you. 浅紫色，该不会是为了我而打造的？限定色没有。他说旁边现在有工匠正在做他们最著名的鞋子，然后现场就做给贵宾看。这一季有很多是回归到 Dolce Vita 那个时候的概念，会有很多很经典的东西， 很 basic， 然后很重要的。刚刚离开 TOTS 2024春夏的秀场，然后只能说非常的喜欢，里面很多套衣服都是我会想要买的，那些很淡的绿色啊，还有它的那个铁灰色。然后它这一次呢，比如说有把一些豆豆鞋的豆豆放大很可爱之外，很多鞋子很好看，本身就他们的强项就真的很好看。然后衣服上面，刚刚公关跟我说，他们有把裤长做比较短，我就一直跟公关说太好了，就适合我这种小矮个儿。然后公关听到就一直笑笑笑笑。但刚刚我跟杨看衣服，他也非常喜欢，就是说好想买，好心动，好心动，真的蛮喜欢的。刚刚的衣服，你是不是在流口水？什么衣服？哇，很漂亮。想说你也太没礼貌了吧。我们家的色彩，对，就是我们真的会很喜欢。重点是我们刚才遇到的是谁？切利魔法，哦，那个好帅哦 ！Kedasan， 挺田启泰，真的很帅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大家有看那个？如果三十岁还是处男，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吗？如果看的话，不要太羡慕我。好，好烫，好烫。Executive and business class are located at the front.